对吧？是白鹅俱乐部国王队，也就是保姆队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农场的真相非常多，暗区所有的大金也就40来万，除了精品文件。但是一个 T7 就价值50多了，就算不出大金，搞几个 T7 那不是挺爽的？现在有活动，我也是赶紧点了一单180保210的农场专业护航。接下来咱们看视频。一局也是直接刷赛了谷物这边，咱们也是等波信息，看看保姆们怎么打这波。谷物也是没来人，咱们的保姆也是直接往下推了，然后咱们趁这个时间赶紧摸一下重要物资点。管钱不值钱啊，管钱。今天的出金率还是挺低的，别说大金了，小金都没出几个。然后咱们赶紧跟上保姆的步伐。谁丢的阵？墓地好像有人。跑来之后发现墓地那边好像是有玩家，发现这边有个盒子是咱们队友打的，赶紧摸一下，武装了一下自己，然后咱们准备往前面走。哎呀，墓地那个这边出，但是发现墓地那边有一把没空不带消防器的，贼嚣张。打到我发现体验了，再打咱们的队友，搁这边架一波，往上套，跑过去了，五套的。发现他是一个五级黑头，然后穿了个五级甲直接跑过去了，然后咱们这边也是赶紧叫队友过来支援。是铁，我操！这时候咱们的保姆已经嘎了，发现他们是一个 T7 队，一枪爆脸，真一枪给他爆脸了，在那个小屋呢，男装线那个马路边小屋。虽然说咱们是一个老板，但是我还是有点战斗力的。有人抽我，那个哪有那个古屋小屋那边古屋。别墅那个旅馆方向有人打我，旅馆发现旅馆方向有人抽我，是个高消没有枪声消音器的，近点还有人，发现咱们包里边有很多手雷，准备雷他们一波。前面的西哥一直在打他们，就在前面小围栏了，我选择直接拉过去，看到声纹了，左手边南庄线那个马路听到了两个小房子，还不止一个呢，捏个顺爆。听到有人在叫，好像是倒地的，直接炸死一个，还有一个，炸死了。那小子残了，发现是个老板。但是原点还有人抽，还有一个。刘小岩去死了，还拉到车那边。这小子舍命舔他包，看他什么装备，六甲没空。热成像是个护航，然后把他里边的弹夹拿一下，咱们准备跟保姆配合一波，给那个小子给嘎了。拉一下这个包，看看是拿雷炮，出车可以给我架的吗？接扔雷炸的。直接拿下这队护航队，然后剩下的就是飞飞舔包环节，赶紧炫一下。这小子也是没什么东西了，都被咱们舔完了，然后把其余的几个包拿过来。这边也是保姆给咱们整理好的一个武器黑头，还有一把妹控二倍镜的，这时候枪已经装不下去了，然后咱们准备把枪拆一下，还有一把 AR57， 还有一个战神头。这局就杀这一队，然后咱们就直接撤离了。这把也是挣了100多万，但是离咱们的目标远远不够。紧接着开了下一局补单模式，咱们也是直接来了别墅，附近没有人，别墅也是没刷什么东西，然后直接开收包先，发现保险钥匙还不一带，然后咱们摸文件夹就直接走了。T 露天打掉一个，这时候还在摸着东西呢，发现队友发现 T 了，露天直接打掉一个，咱们赶紧过去下一下南麦。过来之后也是遍地狼藉，一地盒子，咱们开始现包。地上都捡下，发现是个大全装，哎，真肥呀，我操！满改没空50发的六一弹大弹挂，这一队也是护航。T 呢？那头上呢？
能塞保险吗？兄弟，你这不杀三个吗？能塞保险，好东西。他们这边也是杀了一队护航队，发现这一队就一个 T， 好像是撞我们的自己家护航了。我们家有110保130的单子，然后是一个 T 的，估计是撞车了。回头一问还真撞了，这队死的挺惨的。然后把其他东西都摸一摸，这个是老板包，直接换了。然后也是没有什么东西了，这把也是掏的盆满钵满了。这局补单咱们也是选择直接撤离，六甲飞鱼头这边直接拿上，然后就直接走前通了。咱们自己家的护航还是打得比较稳的，稍微赚个两三百万就直接选择安全撤离了。这把也是赚了200万补单，来点